神秘生舞蹈学校上周日在 Sweetwater Country Club 庆祝30周年校庆，老师和学生家长共计200多人齐聚一堂，分享30年来的学习成果和心得。当天备有精致的点心和精彩的表演节目，让现场的来宾在优雅温馨的气氛当中一起为30年的校庆喝彩，并回顾30年来的点点滴滴。 今年以一首牵手观音的精彩演出角逐美国主流社会电影《美国达人秀》选秀的神秘生舞蹈学校，上周日邀请了200多位学生家长一起庆祝学校届满30周年大喜的日子。中国驻休斯顿文化组组长蔡炼、乔委员骆建明、郑钊、荣兴创意工作坊导演郭颖、国际领袖基金会休斯顿分会会长庄丽香夫妇等都到场致贺。 Dance Houston 总裁 Andrew Cody 致辞时给予高度的肯定。 对神秘生舞蹈学校的编舞选曲和创意都有很高的评价。一首创办舞蹈学校的神秘生也在创校后的30年的当天献上了由衷的谢意。在此，我要特别感谢以郭颖为首的庆祝会全体工作人员，感谢我先生和女儿30年来同心协力。借此机会，献上我最深切、最诚挚的感谢。 当天中午，不但提供了精致的西式点心，还安排了精彩的才艺表演。大屏幕上播放着今年牵手观音的实况录影，整齐高素质的专业表演，让华裔的子弟们登上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舞台，展现中华文化之美。毕业的学生也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，表达了对神秘生舞蹈学校的感谢。会中，神秘生和他女儿，也是他最得意的助手，煎饼摇，一起切蛋糕，感谢学生和家长。 和学校一起走过30载精彩的岁月，并举杯和全场的贵宾师生们一起庆贺，继续迎接更精彩的未来。